这个在我们简报第四十页这边哦，这个也可以做这种模拟器。好，我把你如果万一没有进来，它可能网络速度比较慢，你把它稍微强迫 Ctrl 加 F5 重新整理一下。我这边有这个有没有？所以我们上课如果要抽签，我就用这种方法按下去，这样就抽哪一组。这模拟器也可以像这样玩啊，对不对？因为它也有蜂鸣器啊，啊也有蜂鸣器啊，你就按一下。那中间有那个跑马灯的，就是我们 LED 点矩阵可以玩的，好，所以像这样子可以玩一下。